大家好呀，我是大嘴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创意庭院吧。这次玩的关卡是这个小猫咪和大巨人，看来这关植物就是猫尾草，对面的僵尸就是巨人僵尸了。猫尾草和巨人僵尸哪一个会更厉害呢？死鬼。这一关的玩法是砸罐子，大部分的罐子都是僵尸罐子，僵尸罐子里面肯定都是僵尸了。那这些问号罐子里总不会还有僵尸了吧，应该都是植物，把这些问号罐子都砸开吧。一共砸出了10个猫尾草，现在就来干掉对面的僵尸吧。 Nice。 这个僵尸罐子里就是西部巨人，这10个猫尾草加在一起很快就秒掉了一个巨人僵尸，但是对面的僵尸罐子数量有点多呀，还是要花费不少时间的。最后终于是把这些巨人僵尸都给干掉了呀，成功通关。看来还是猫尾草更厉害点呀。